佛心啊，不懂空无边际啊，菩萨心啊，诸魂流动啊，破引众生，用这两句话啊，甲大家人共同勉励。咱十地已经到今仔日呢，已经是第十地啦，证明啊，显慧地，显慧地的证明是不动地嘛，就是伫咧渺小咱学佛啊，咱的心境，那一地爱搁再观过一地。心灵的境界啊，爱将迄种心不动发挥了智慧，安怎样会当修住咱的心？常常毋是讲过吗？佛心学佛啊，就是学佛心，念佛呢嘛无离开佛心。念出了佛心是咱的心嘛，学佛啊，爱学到呢，咱的心甲佛的心啊是平等同住，所以到达佛心的境界，咱就是爱修住道心而不动啊。所以佛地已经修住不动啊。那菩萨地呢，都爱发挥了迄份善慧的良能。那这个善慧呀，到个什么款的境界呢？现在就要甲咱讲，就是发分地的境界。魂，大家人知咯，日时头啊，咱会当好看到一片呢蓝天，同时呢有白云，那那一天呀、啊，真正的开阔。但是呢，你看魂啊，伊会动啊，有一回啊。我去送伊，咱伫山脚呢，去甲伊看山顶啊，好亲像云摇伫迄个山顶，车向上直直行，去哩到送伊的地园里。哦，人啊，行伫这个地园啊，那迄、那个。雾气啊，伫咱的脚面，啊，感觉人行伫这种安尼白雾茫茫啊，迄、那个境界，咱无去挨着这团的白雾，那这个雾气也无挨咱行的路，远远看就是云。那心入迄个境界，咱好亲像伫迄个云端的共款啊！这就是无碍，这就是表达了迄份呢。迄、那个境界的水啊，那无碍，无碍咱向前前进，都亲像讲阳光啊。那是啊，洞空，天真清啊，太阳真大。咱那伫下面啊，伫咧行，哇，嘛是真受不了呢。热，呀那是啊，
一团的云来，遮盖了迄个阳光啊，感觉就讲哇，真清凉。这咱拢电话讲，好亲像香云盖，那真水的云啊，盖住了炎热的阳光。那阳光呢，赶快照下伫这个大地。等于是看起来到处都是光明的，只是呢，无予咱真炎热的压迫感。所以这就是魂，这祖魂啊，这就是啊，会当了解除众生的烦恼苦难。所以伫这地藏发问地，就是讲。菩萨啦，自处实地，因为咱上面已经到地过去啊嘛，现在已经到地实地啦。啊，实地呢，就是修行公愿。那哪呢？一地一地境界界浏览过来了后呢，咱已经真了解透。咱的真如本性啊，就是受了这种凡夫的境界啊，火天的习气，一直伫咧污染咱。修行无别行啊，就是要用什么方法去解去除遐垃圾污染？遐污染啊，去除掉啦。垃圾慢慢地在清淡，地在清淡，清淡到完全清净。迄个时阵，就是咱佛的心地现前啦。所以佛的心地现前呢，迄当阵就光满啦。咱伫咧修行的过程中，就是爱用功嘛。安怎用功？定定甲逐个人讲，内念自谦，拢总是向内修啊。因为咱的心啊，修养，定定甲逐个人讲，修行两字啊，修呢就是修心养性啊，行啊就是。端正行为，咱平常时伫咧修，都是向内心的修，修掉了咱过去呢散漫的心，修掉了咱过去呢真正的傲慢自大的心，所以咱会当内自谦虚。咱若看到有个人真谦虚，咱拢讲：哦，迄个人足有修养的哦。是啊，伊已经内面的功夫啊，修甲真正的内敛自谦，伫这个内心里，听听都是真正的谦虚。所以这叫做功，这种的功性啊，已经真圆满。伊唔只是内敛自谦啊，外敛礼让啊，对人人呢，真正是礼貌，对人啊，进退有礼仪、有规矩啦、有礼仪啦。那会当安尼，家己的内心会修养，对人会谦虚啦，这呢叫做功德圆满。修行的功德圆满啦，内面的功夫，外面的德相，安尼圆满啦。所以讲，修行功满哦。为道
化理性。咱的人物对外面要做什么呢？内底的内心已经修好了，内心的功夫啊已经满足了。但是呢，外面呢，咱又是爱用什么款的形态？咱的人物是什么？所以下面就讲为道化理性，干那一项任务，咱就是要去度化利益众生，度从迄个烦恼的所在，要会当解度入了智慧。所以讲，凡夫啊，就是甲圣人所隔着的中间呢，就是一条空大无边的烦恼河。咱较早我嘛是定来讲过去，爱河千秋浓啊，苦海万丈波啊。一条河流呢，只为着贪爱，就起着千秋的浪潮啊。伫这种的这个浪真大，这个心的浪潮大时，那就苦不堪言咯。所以讲起来，烦恼啊，这条的烦恼河真正的险啊，真正的恶乱，真正的险要，那就需要呢智慧来度，出世的智慧唯有佛度。所以呢，伊啊来人间就是要来度化，是一种充满烦恼的烦恼心。安怎样消灭伊个烦恼个方法？所以啊，要度众生啊，都爱有八万四千个法门来对治呢八万四千个烦恼。所以，这就是佛陀个慈悲来度化，唔只是度化，他还搁在利益。众生，亲像安尼，因缘苦难众生遮济，要去解度化啦，伊就做一个譬如，大慈如焚。所以咱常常讲，诸焚破壁，诸焚破壁，就是讲，迄个炎热的太阳啊，只要呢，迄个焚啊。在那个地方小改热改一下，就能够改地呢奥病的热奥热，那就能够改地，还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的美丽的境界。所以说起来，佛的心啊，亲像蓝天哪哪的天啊，真正的开阔无边际。那菩萨的心啊，爱亲像诸佛破佛，伊会当使人人伫光明的内底得到清凉。所以，这就是佛甲菩萨的境界，伫这个实地中，所以会当普令应佛，和人人呢。解除压迫的烦恼，所以呢，随世俗理论啊，而本质不同。虽然菩萨啊，在因缘根性的内底，他就是啊，爱用真多的心，在这个烦恼根的众生中啊，不管。得到什么款的境界？伊的心呢，都是本质不动。虽然咱伫咧施救一切的众生，众生刚强难调。咱若亲像讲父母啊，父母心啊，爱子的心啊，真殷切嘛。看到子。学歹啊啦，
那已经迷失啦。做父母的呢，要来教囝，教未来呢，会足烦恼的嘛。但是菩萨呢，是大地众生如己主啊。每一个人拢亲像咱的囝共款，用这种的菩萨心嘛、啊，来面对因因的众生。伊用心甲教，会当通好看到伊得度啦。就是讲，咱教的方法，予伊，伊会当将这个方法改变家己，安尼叫做得度，将这个法度过伊的心去，安尼，伊照这个方法啦，伊呢用着啦，用了后呢，伊嘛是解开了烦恼啦，安尼咱会真欢喜。所以，咱伫这个供养众生难调伏中啊，去要去付出，哪怕呢？教未来，调伏未来，咱也阁都爱用耐心啊去陪伴。所以咱常常讲，抚慰陪伴，对，亲像大人呢，看到囡仔受伤，紧甲牵来，啊，囡仔咧哭，咱紧甲抚抚咧，抚抚咧，唔敢哦，唔敢，唔通哭，用这种呢的爱去甲抚慰哦。啊，抚慰了后，都爱搁再陪伴嘛。所以讲起来，菩萨心嘛，就是啊，有这种呢宽大，就是施作利润呐。施就是施点咱的爱心去，那种呢，伫咧做的中间，就是已经伫人群中啦，那要利润。一切的众生，但是呢，有什么款的境界现前，咱的心未动摇，这叫做菩萨心啊，坚固哦，都亲像佛心不动。那做真侪种的方法啦，无非呢，就是要制度众生，所以这叫做发问题哦。那菩萨以无量的智慧观察到了三昧现前的大法果，这就是因为菩萨已经呢得到佛不动地的心境，所以呢有真侪现前地啊智慧现前，这拢咱前面讲过去啦。所以呢，这个智慧现前呐、啊，那就是无量呐、啊。用这种无量焰慧来观察一切众生，咱呢明明白白啊，拢总了然哦。所以呢，三昧现前呐、啊，三昧就是禅定嘛，正定正行嘛。所以呢，咱的这个心地啊，已经都是不动啦、哦。那虽然外面，真正的纷纷扰扰，但是咱的心地呢，好亲像伫禅定中啊，一种什么款的境界影响袂到吼，所以得大法果，因为咱已经得到真多的法啦，佛陀对咱所开的法门，咱一一拢甲浏览过去啦，所以咱即马。就是爱身体力行。以发心为魂，咱都爱把这个发心啊，这个发都亲像魂啊。拄则我甲恁讲，我去三义山顶，对下面看是魂啊，去你个面顶呢，就是安尼，魂用伫咱的心的周围。你向前直直行，无碍啦，
咱也无改着伊，伊嘛无改着咱。所以呢，这就亲像咱的发心呐、啊，真正的清净啊，随着境界互不相改吼、哦。所以呢，以发心为本是一种的譬如，普照一切众生具足自在，咱当头普遍。真正的周转和众生啊，咱呢对家己呢，真正的具足，具足迄份的定力啊，定力呢就自在平安，平安自在，这嘛是定来甲大家人分享过去，不管什么款的境界，咱拢爱有平安自在吼，心爱安呐、啊，咱呢爱真自在，所以呢。即段诸法中不得自在的障碍，咱若是会当心具足自在啦，自然呢，真侪障碍的法啦，对咱吼有障碍，因为法有恶法啦，咱伫要行善法的中间呢，有种种的恶法会来甲咱障碍呀，所以呢，咱若会当到达即种具足自在。自然呢，伊就断诸法中不得自在种，不得自在一种呢，那就是恶法吼。咱所得到的是自在善法，所以善法呢不受恶法甲咱障碍，那正业自在真如，咱就会当好得证呢。迄、那个自在真如，人人的本性光明，安尼名。叫做法分地断众正真呐、啊，各位学佛啊，其实讲起来拢真简单呐、啊，无离开伫人间呐、啊，只要咱伫人群中呢，不受人群的烦恼来影响咱的道心，咱坚定了咱的道心，去推动咱的良缘，那安尼就对啦。所以希望大家人。用这份开阔，亲像蓝天不动的佛心，咱呢爱用这份呢，亲像诸佛流动啊，的这个良缘来普护大地众生，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。